们现在在台湾发展的 YouTuber， 所以一定要了解现在在台湾风险。所以今天要拍这个变 dance， 我现在有一点嫌弃。生气？因为现在在台湾很流行的东西就是哆啦 A V。哦，我有听过哎，但是没有那么知道详细内容。应该一点就知道这个是哆啦 A 梦有关的作品。哦，应该好像是吧。然后最细这个是哆啦 A 梦的同人作品，但是这个哆啦 A V 梦太下流了。有那么下流吗？真的伤害我们日本人的哆啦 A 梦的形象，所以我现在真的很生气。你说的有那么严重吗？严重，完全不一样的作品。听说如果看哆啦 A V 梦的人，已经失去哆啦 A 梦的回忆。太夸张了，真的是网友们都说这样子。可是哆啦 A 梦有那么多感动的画面，又有那么好笑。好好好好，那里面看就记得。所以今天的计划是日本人看看哆啦 A V 梦。其实今天的主题有一点，不是有一点，真的很下流的作品，所以不太推荐让小朋友们看。我问的一点没点很变态啊？没有，里面有那个变态什么什么，那个超级下流的人，每天出现，然后吃很多东西，所以应该这个平台算是 AV 一样。对对。是不是？你是不是要打马赛克？一定需要，从现在开始打马赛克。哎呀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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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那我们继续。那是真的，台湾人好像喜欢会才流行。那我们要看看影片。好，这个。抱歉抱歉。这个 YouTube， 然后这样看，这个是哆啦 A V 嘛？嗨，如果想听的话，大小便完全成吓到尿裤子了。对，这个是欺负大雄，应该跟通常的作品一样的长相。等一下，哆啦 A 梦，你怎么了？一样的标准吗？这个自己的戏，不是吧？哆啦 A 梦世界的黄色版，因为它是机器，所以看机器的机器。还有看旁边有卫生纸。哎呀，哆啦 A 梦在干嘛？他刚好感冒了。旁边有哆啦 A 梦啊，所以脏脏的。真的有看过哆啦 A 梦吗？讲太多了。你小朋友的时候呢，心情一样啊，然后也要看。好的，那继续。你们几百年小夫太过分了，你要讲报仇，我要在他精神的面前拉裤子。一看就端了。让我加入板带熊食堂干嘛？那是哆啦 A 梦的道具，道具。但是这个是不好意思拿错。应该哆啦 A 梦也已经很大的。哆啦 A 梦的哪里是不是？哆啦 A 梦也长大，长大的啊，不小心记很哆啦 A 梦也还是男性，你也有时候在会议里面放 A 片吧，跟那个是我一样可以原谅的。那继续。哎，这都阿米耶，胶囊胶囊，胶囊继续再说。干呢？有屁眼子！哎呀，来一下！等一下，三元，我们现在在看什么？哆啦 A 梦吗？啊，那我吗？这个部分不能讲啊。其实哆啦 A 梦的这个是什么？人类的那里完全一样，它不是机器吗？大雄啊，干嘛玩 KPI 的米卡森？我这个样子不是经常看到吗？我也有这样的呼吁，有吗？看 A B， 然后露出自己的那个的时候，妈妈会进来自己的房间，所以这个也算是我的童年的记忆一样的感觉。哦，没有坏掉，原来如此。所以还是这个是青春呢？啊，对，青春作品。你们的青春在哪里搞错的？对你妈的啦！啊，然后大雄，应该从这边这个细节吧，变很大，哭不出来呀。快点走开！你等我一会儿就可以看我妹妹一下。小夫，我要进来了！啊！哎呦！就这样。
应该后面的部分的话不能放，所以让大家享受只有我们的反应而已。就这样子。哎，这个是童年的回忆一样吗？比想象更脏脏的感觉。嗯，真的很脏。下流里面也太低级下流了。我以为大雄就静香ちゃん。啊。我也觉得差不多那样的。不是那么可爱的变态。可是我有一个疑问，就是台湾人不是不喜欢很下流的东西吗？为什么大家喜欢看？为什么在台湾这个变成那么红？因为好笑吧？没想到小夫跟胖夫在一起做这样子，然后那个胖夫的那个台词，小夫我有进来了，这个也是已经变成音变的题目，所以这个台词也是真的很红。哦，这个台词会红起来。我们现在一起同居嘛，嗯，然后我进去三元的房间，第一件要说三元我要进来哦的意思是，哦，原来那样的意思哦。三元说好的话，我可以进来。哦哦，这个以后可以不用呢，绝对不会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大家会乱想的啦。这个台词也有一点太不好吧？哪有好笑啊？这么生气，你想想看，这个如果日文的话，真的怪怪啊。哦，对，这个中文，所以我有点不能想象的。嗯，我也这么觉得。那好了，那我们三个人要配音好。哦，好了，好了，好，用日文配音。我要负责哆啦 A 梦。哦，大雄。谁是胖虎啊？你很会模仿胖虎。没有啦，没有用过，但是我要尽量努力。好。のび太くん、ここがスネ夫の直腸だよ。この薬を入れてすぐに戻ってくるのだ。え、スネ夫の中ってこんなに綺麗だったんだね。おいスネ夫、入れるぞ。ああ、ジャイアン、ジャイアン、それ以上やったら、ああ、僕壊れちゃうよ。ああ、やめて。おいおいおい、もっといくぞ。おいおいおい、気持ちいいか。おいスネ夫、気持ちいいか。だいぶ気持ちいい。ジャイアン、ジャイアン、ジャイアン、これじゃないと、ママ、ママ、ママ。太多了，太多了，拜托大家不要退订，真的拜托。真假？太瞎了。然后你小夫的声音也意外的很像，真的很像新的那个声优的声音。你很会，这个部分很厉害。哎呀，但是太瞎了。谢谢。对，这种感觉啊，这种感觉，完全不懂为什么流行这个。其实，在日本也有哆啦 A 梦的同人作品嘛。我有看过，但是最有名的是那个最终回，最终回的，哦，比较感动的故事。嗯，那个真的很感动。那个其实不是别人做的，但是真的做的太厉害，所以曾经有红起来。但是那个结果是变太有名，所以做那个的人道歉变了。哦哦，有那一件事，对，也有这样的新闻。可是我刚刚查的这个哆啦 A 梦啊，有没有在日本游行？有没有进去日本？我查了哆啦 A 梦这样日文打起来，完全没有。对啊，应该日本的大家的话，好好保持哆啦 A 梦，哆啦 A 梦吧，哆啦 A 梦的形象。这个真的被人知道的话，就挺可怕的。搞不好会告状。哦，应该会告吧。但是台湾的话流行。在里面也没讲过吧？那个小夫跟胖夫的组合，在里面有的色色的同人的话，那个静香ちゃん跟大雄，对对对，或是できすぎ君，嗯，对对对对，意外的组合的感觉。还有我觉得那个故事的構成展開是认真的哆啦 A 梦完全一样的感觉，很下流而已。那部分的话很尊重原本的作品。比较感觉很自然，一开始的话，我感觉有一个理由，就是那个原本是听说是中国大陆来的，然后有一个人翻译成台湾的那个台语，所以台语的话听起来比较好笑吧，对台湾人来说比较熟悉靠近的感觉吧。对，我也刚刚听到他模仿的声音的时候，有一点感觉到。好笑啊！对呢，所以我们要做日文版本的话，我不能会红起来吗？这样的话，你不能会去日本，会被打死。好，接下来结束了。哎，哆啦 A 梦，哆啦 A 梦吗？我不是哆啦 A 梦，哆啦 A 梦的。哇，你是哆啦 A 梦？对，喜欢看 AV 吗？很喜欢看。那这个是哆啦 A 梦。原来如此。但这个表示台湾人都喜欢哆啦 A 梦的意思，很熟悉哆啦 A 梦，所以才会流行。哦，这个部分的话，我们日本人一样，很开心，很好接受的。对对对对。
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兴趣的话要去看吗？不会推荐，不会推荐。可是有好奇，想要看看一下这样的人都可以去看看一下。可是真的小朋友之类的，真的不要推荐。对对，真的没有推荐。大家反而看哆啦 A 梦比较好。对，哆啦 A 梦的电影真的很感动。对，每一集都很感动。哆啦 A 梦的很好的部分是这个吧？大家都小时候看动漫，但是变长大之后也大家都会去看电影。这样啊，很感动的作品。不是去看哆啦 A 梦，去看哆啦 A 梦的电影就好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结束，谢谢大家。抢先划破天际。